你好，你好，问我的女儿2000年属龙，好，讲吧，想问什么？身体状况。哦，孩子有问题耶，还有孩子身上有灵性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孩子有自闭啊，脑子啊，是，对不对啊？目前不晓得，只是很近。就是很近的，不讲话的，听得懂吗？眼睛看着发呆啊，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不跟人家讲话。我告诉你啊，已经有自闭症了。这样怎么样？你赶快啊！你这种自闭症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有一个老伯伯在他身上，又是个男的，老伯伯家里有没有男的年纪大的老爷爷过世的有吗？很久，很久是吧？是瘦瘦的、干瘪的、横膈干瘪的那个。是爷爷啊，我不知道爷爷奶奶。那我讲几个特征给你就知道了。经常咳嗽，活着的时候。在他身上呢，眉毛到这里的时候往下挂了。明白了吗？在他身上，赶快把它念掉。念什么经？现在你把它念掉200张，解决问题。如果你等它发作了，那就是1000多张了。你现在每天还要给他念3遍礼佛大忏悔文。好吧。带他经常出去晒晒太阳。阴气太重。这孩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让他出去见见人。你如果像这种孩子要带过来，我跟他讲几句话，一会儿就好。我不骗你，这样明白了吗？刘台长，请问念什么经？念什么经的小房子呀？然后心经、大悲咒，还念礼佛，很容易的。你知道吗？你跟我记住了啊！你少吃活的东西，而且你少动小脑筋。你这个人就是小脑筋太多，所以你做不了大事。你做小生意，打打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因为你的脑子经常转来转去，都转自己小的事情，气量大一点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什么事情无所谓的。为什么这么斤斤计较呢？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因为斤斤你就计较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吧。谢谢。好好念经啊！给你一个机会，自己每天念49遍准提神咒，念49遍解结咒，再念49遍心经。谢谢卢台长。帮你事业上转转运的。谢谢。好吧。好。你可以做点小生意啊！你现在跟人家合作还是自己做啊？自己做，自己做是吧？那已经自己做了。是的。但是我看看你的生意好不好？好吗？对呀。不好啊。小生意非常小。一个小店铺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对下面的员工好一点，你雇了几个人呢？很少。没什么问题的，好好努力。谢谢台长，好好努力念经啊！好，把台长的书放在你店里，给人家发，你看看你生意会不会好起来？谢谢台长。你看台长有没有好，又救人。